醒醒！你不是说不关心我，还亲自来找我？我还想问你呢，舒舒服服的家不待，跟到这儿干嘛？谁让你和你的青梅竹马出游了？要不是那天你语气不好，我至于出来散心吗？要不是那天看到你们有说有笑，我语气能不好吗？还有，我作为你男朋友，我都没回过你家，怎么轮到他呀？你还笑？没想到高冷的顾男神也会化身成亚洲醋王。到底谁是醋王？误会我跟夏雨晴，还冷战这么久。是你误会了，其实我根本就没觉得你跟夏雨晴有什么。我生气的点在于，你居然会制造这样的机会，让他站在我们的地盘，让他穿我送你的 T 恤，你怎么能制造这样的误会啊？原来你一直都信我。对啊，傻瓜，你连我生气的点都不知道，怎么哄女朋友啊？对不起，以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。我也有不对，以后我不跟你赌气，控制自己的小脾气。小脾气不要紧。最重要的是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你能相信我。我为思念披一件外衣，你独自承受，眼泪快决堤。我都还没有送给你，他就自己找到你了。你这个主人也太不尽责了，差点儿。他就跟我有缘无分了。我又想你了，风尘绕不舍给你听，倔强的这不叫有缘无分，这叫命中注定。嘴巴这么甜，别以为这样就能收买我。这上面刻着大写 Y 和小写 Y， 寓意着顾言洛一生一世爱叶为名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最好的年纪是我和你，雨滴落在孤单里找寻，爱奇艺 Two Black 四里棒，我的地当的在。